这个是235的3511，一个 studio。进门就有个很大的区，可以放鞋柜啊。然后这边是厨房。我左手边还有个衣柜。这边是它整个的面积，非常大。现在它的空调还没有安好。这是它的景色，非常漂亮。然后这是它的衣柜，非常大，上下两层隔好的，非常好放东西。这边是室内洗烘，这边是洗手间，小空间非常充足，这后面的镜子都是可以打开的。浴缸。